启动。 国际广播中心正式启用。国际广播中心24小时不间断运行。 您创作这一组作品的灵感是源自何方？要与雅音会的吉祥物的互相之间做一个呼应。意思呢，它是同文化以后自由流畅，千姿百态的东西。可以说是，对，那么三、二、一，启动。从西泠印社到富春山居，从良渚文明。 到美丽乡村，丝绸青瓷，智能亚运，在皮影乐剧中听古韵新生，多维度展现这值得被记录的亚运金秋。遇见浙江，等你遇见。